都比较保守，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团队，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好吧？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冲刺者！祝大家过个幸福年！然后现在就是祝福话，别把舌头粘到上面。连对面的图片也不想看，全军出击，全部崩掉。祝大家新年行大运，理性直接做到。冰霜给了我生命，因为我们打野是废物。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一脚蒙都离开这里，饶你不死。First blood. 这块冰永不融化，我的意志也是。You have slain an enemy. 我曾在冰霜平原。Enemy slain. 也曾在冰霜之河垂。应该很能打。这里的冰雪认识我。两等有什么好帮的啊？帮你自己吧。希望他们穿了盔甲，还有毛衣。可是为什么他凭什么带那个啊？等一下，我大招有问题。安静，是时候找到我自己的节奏了。冰天雪地，我从来不怕。为什么那大招会往下撒？我不懂哎。我们唯一杀他的机会没了，三等一次嘛，现在这机会也没了。这块冰永不融化，我的意志是。You have slain an enemy. 他又给了一次机会。怎么不进去啊？你不进去我要怎么打？你他妈满血，你满血，你怎么不进去？啊，可怜，这个人太可怜了。让他们始终捉摸不透。注意危险！我曾在冰霜平原漫步，也曾在冰霜之河垂钓。这里的冰雪认识我。平常不想打凶是因为不能这样玩，正常一点的对手没有那么烂，你知道吗？正常一点的对手没有那么烂，你看这个卡萨尼凭什么踩上来？他凭什么推线？我就不懂啊。
他没资格推线的，他再踩一次他就死掉了。这块兵用不完，我的意志也是。Killing spree。Enemy slain。峡谷先锋和亚龙登场。这就没走。这没有闪了、啊、不能太浪却不像他们是谁好了热身完毕冰霜给了我生命现在还要带走生命他那样杀我会不会杀会啊就但这种打法就不好啊这种打法就不好冰天雪地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峡谷先锋你说闪现已使用这种打法就不好他是因为对手太烂你知道吗这块冰用不融化我的意志也是Enemy killing spree Shut down 你看他被一样同样杀法杀一次看他会不会再往前他绝对往前啊只是你看被他沉默到比较尴尬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哎呦怎么闪那边啊闪了闪了闪了安静下来了是时候哎呦自己的节奏了就是说他很可怜的那个都看到了你还被踢出去666我们的大招真的是莫名其妙啊为什么我真不懂到底为什么希望他们穿了盔甲还有毛衣绝不向他们示弱又是你冰永不融化我的意志也是我就超缓的缓速缓的有靠背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冰霜给了我生命现在还要带走生命 Enemy Rampage怎么弄不到他啊？好烦啊！那神男死爽了。希望他们穿了盔甲，还有。我们去上个降治疗，要吗？还是需要的。
Ally slain.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我从来不怕。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Turret lost.希望他们穿了盔甲，还有毛衣。Enemy slain. 快把塔推掉、啊！发起攻击！冰霜给了我生命，现在还有代价。Ally slain. Enemy slain. Enemy is unstoppable.霜平原漫步，也曾在冰霜之河垂钓。这吃这个啦，追追什么？希望他们穿了盔甲。我曾在冰霜平原漫步，也曾在冰霜之河垂钓。这里的冰雪更深。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哎、欸，太晚按了，没送到。我曾在冰霜平原漫步，也曾在冰霜之河垂钓。敌方抢到了，纳什男爵。Unstoppable。那重击。冰霜给了我。是重击的，现在他要带走生命，太可怜了吧！雪崩式的刀锋，重击安尼无掉。冰天雪地，哼，我从来不怕。真命天刃，啊，我先出个降智疗，然后再喷射一下，好不好？喷射，无尽妖的。
Enemy slain. Enemy turret destroyed. 这怎么痛啊？Turret lost. 完了。安静下来了，是时候找到我自己的节奏了。希望他们穿了盔甲，还有吗 ？Enemy turret destroyed.我曾在冰霜平原漫步，也曾在冰霜之河垂钓。这里冰霜之河，绝不向他们示弱。哎，那么痛，太痛了啦！然后先撒大，因为那蒙多不会往前啊，白痴蒙多，我们的蒙多怎么笨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举枪，你就直接走过去扁姐的喝啊，一个 W 不就好了？出了双 C 血，双 C 血，哦，原来这个没有上去啊，难怪觉得怪怪的，这样才对，我的陨落没有出啊，所以我刚刚。点到了啦！哎呀，还是烤虾，眼睛比较利，我真的是没看到哎、欸。我想说，哎、欸，为什么我打他不会痛，然后打不动，被打得超痛，双吸血。还好卖掉，不然现在看到哎。两只权杖不对哦。那个卡萨丁太奇怪了啦，他跟我对线，他怎么可能？他推线呢？我真不懂。他就这样被我单杀了